等一下，前面有在放电诶。特奇抽出十五条悟，还是决战时候了。他直接，等一下，是树挪诶，在这边大战诶。哇，这是随机触发的吗？两个最强加一只熊猫，双开领域，幸好我没在里面。我没在，我没在里面吧？等一下，外面怎么了？恐怖啊！怎么突然变血